代志拢办袂好，啊，佮真有可能让叶志成化成咱伫个大叶饭店的据点。你敢知影？安尼代志误落去，会愈来愈歹收煞。根本这大叶集团，这是张嘉玲无后真正黑心企业。你莫了准讲，我唔知影讲你。这件代志啊，我无要讲，我要提出来啦。你若无想要让众人知影你巴肚内底的囡仔亲生爸爸是啥，你上好边仔懵懵的，乖乖听话。你若是真正把我逼到死咯，我甲你讲，我要死，嘛一定做伙拖你死。这罐精油是你利用的哦？对啊，我一直拢有困无好的枕头，尤其这阵嘛，因为烦恼大只的代志，搁较歹困。黑精油有的成分，是有些人袂用的用。若真正闹体，嘛是爱怪家己啦，因为伊根本还袂准备要做妈。连一个小块代志拢办袂好，还佫真有可能让叶志成化成咱伫个大叶饭店的据点。你敢知影？安尼代志误落去，会愈来愈歹收煞。根本这大叶集团，这是张嘉玲无后真正黑心企业。你莫了准讲，我唔知影讲你。这件代志啊，我无要讲，我要提出来啦。莫妮卡根本就听袂着我讲话，伊一点仔反应拢无，爱都袂爱。啊！杜晨。是你哦，林长小姐。奇怪，哪会叫袂醒？敢不是莫妮卡做甚物代志？我即马是真无简单，必须得把我走出去啊！你若是讲我走，连性命拢无得甲斗相共啊！你若无想要让众人知你巴肚内底的囡仔亲生爸爸是啥，你上好边仔懵懵的，乖乖听话。你若是真正把我逼到死咯，我甲你讲，我要死，嘛一定做伙拖你死。我刚才，果然也是无代志啊。这个声，我看也是叫人来查查，你看。快出事！老婆，我和你永远拢无好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